影《Hitman》23号举办发布会，几位主演一同出席。对于这次的新作品《全香右》，可是自信满满。우리영화말고도뭐여러편의코미디영화가있다고생각있는있다고들었는데요우리영화에대한야망이있기때문에딱히별로신경안씁니다왜냐면그만큼그야망야망이팀에좋았고이작품이、네、잘되기를바라는염원과마음이지금큰거죠그렇죠예공부잘하는애가공부못하는애별로신경안쓰잖아요자공부혼자잘해서서울대가는히트맨이라고생각합니다不止本人很有信心，其他人对于他的表现也是一个暴风称赞。오빠는진짜로정말대단하시다한국의탐크루즈다한국의거의뭐톰행크스대한민국에서코믹과액션을저렇게넘나들면서잘할수있는연기자는뭐많이계시지만그중에우리권상우씨가최고다그래도최고캐릭터로표현을내지않을까아나도제임스본드다그정도아니아까전에007이라아그거 예, 예그정도이상예확실하게말씀을좀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예왜말을못합니까한국의제임스본드가들으면은예저하고또관계가있잖아요都这么说了必须列在必看清单中啦